不敢看了、啊、我打了两个小时搞什么？对不起，看剧太投入了。唐三和小五被武魂殿追杀，正演到紧张的时候，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干嘛？去帮忙啊。没事吧，小五？强弩莫使，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？来者何人？援军抵达战场，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？不好意思啊，一帮乌合之众，吸血蛛刺，糟糕，交给我吧。这是什么武魂？机甲系武魂，有意思。该反击了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好的，哥。俗话说，每逢过节胖三斤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你这哪里是胖三斤？至少胖30斤了吧？你怎么一点都没胖呢？因为你在吃的时候，我都在练。我们人物也要注意形象啊，瘦下来哪有那么容易？容易啊，找漫画家改改体型不就好了？啊，这也行？还可以改成强壮型，暴走型，还有 Q 版造型。想怎么改就怎么。是改的什么鬼啊？搞错了，再来。我是电玩店的老板，靠调高打拳击的难度赚了不少，直到那一天。是满分的。老板你没难度啊。抱歉，没控制好力度。帅哥要不要试一拳啊？奖品很丰厚哦。别搞什么白毛粉毛还有这个光头，一定要小心带有这些特征的家伙。爷爷，我们玩那个吧。哎呀，打拳击啊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嘛。光头，不好意思啊，机器坏了，玩不了。好可惜啊，小丸子。好险。哟，这儿有打拳机啊。小英，我们玩那个吧。小鬼头，这个安全。靓仔，要不要挑战打拳击呀？奖品很丰厚哟，看起来不错啊，要不要试试？切，小孩玩的东西，我可不会让你哦。五天，来吧。你是不是买不起啊？十元一拳，超过100分就能给你的女友一个大娃娃喽！你打这个还不跟玩似的？Go go go！ 你这个弱鸡，白健身了，回去就把你蛋白粉全吐了。不要啊！欢迎下次光临。嘿，傻瓜，我调高了难度，哪有那么容易打高分啊？是满分的。小半只没难度啊。厉害呀，小姑娘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能用自己的拳套吗？可以啊，切，自带拳套还挺专业的。
好力度。老板，我们下次再来玩。永远都别来啦！可恶！啊？哎，帅哥，要不要试一拳？奖品很丰厚哦。你还搞什么？这就是我的世界，强者为王，跟你的世界完全不同。你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吗？假如蒙眼击剑有段位，青铜。王者。